死了！啊！快走！就知道玩，中饭准备好了没有？现在听水管的动作要怎么煮？水管动作不要吃饭。咕！这些漂亮。白菜都冻掉喽，烂掉喽，烂掉了。哇呀，这种菜真是你哪里吃得到哦？霜冻的菜很甜啊。哇呀，你们还在玩呢？赶紧来洗菜啊！来了。哇呀，这萝卜都裂开了。虽然有这个切线，但是还是很 OK。哇，嘣的一声就裂开了。哎，姐姐用水啊！啊，水管冻住了。哇呀，都是血，你看。哇你，哇，这个水很冰啊。OK， 你看冻天的鱼不怎么会冻。自己做的形状是不一样的。走，开始啊！好，豆腐，师傅来点豆腐吧！哇，这个天堂水啊，很好，这个拿来等一下煮菜。好，这个帮你三茶油啊。再加入我们的血豆腐，哎，血再慢慢融化进汤里面去，慢慢给它炖住，冬天的味道。上菜哟，好香啊！这个是用那个血豆腐做真甜，血豆腐啊？没有嘞，血水嘞，血下的血。这个汤很鲜，第一次当吃啊！第一次。第一次当吃啊，哇，你这很甜，很甜啊！嗯，加霜打的青菜最早。师傅吃乖了，那中奖了。嗯，哎，师傅，哎，你看冰墩墩，哟，我看一下，漂亮吧？嗯，等我一下。这才是冰墩墩，哇，师傅还是你们OK吧？